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那个第八题的部分，好不好？请看第八题。请看第八题。好，第八题怎么说呢？题目说哈 ，z 1 z 2是个复数 ，OK。然后呢 ，z 1的虚部是2 z 2的虚实部是5，然后呢，两个相加的虚部是6，然后两个相乘的实部是7。然后他问说，请问你 z 1 z 2是多少？那这个其实应该不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假设 z 1嘛，来 ，z 1他不是告诉我虚部是2了吗？所以实部我不知道，就假设我是 a 加 2i， 然后其中 a 呢是实数。我写个 a 属于 r， 它就有它实数的意思啦。好，再来，那 z 2呢？因为实部是5，所以5我已经知道了。虚部呢，我不知道，所以讲它是多少 ？bi， 那也是一样 ，b 是属于实数。好，接下来题目说，它的虚部相加虚部是6，代表两个相加呢，这个 b 加2应该多少？等于6吧。所以我的 b 就出来 ，b 就是4。然后两个相乘呢，实部是多少？实部的部分是7。哦，实部是7，所以对吧？两个相乘，那就是 a 加二 i 乘上5加，有没有写 b i？ 先改成什么东西？4i。然后呢，两个相乘的部分的那个实部是7，我们看怎么乘，一样乘一遍，乘两遍，乘一遍，乘两遍，所以变成了5a 加上4ai。然后呢，2i 乘以5变成了加10i， 2i 乘以4i 变成了负8。那我要的部分是谁？我要的部分是两个而已。因为这两个是虚部，所以我知道5 a 减8应该要等于7，所以 a 就出来了 ，a 应该是3，所以答案通通出来了。z 1多少 ？z 1就是3加2 i， 哦，因为 a 已经知道了。然后 z 2呢就是5加4 i， 这样子，会了哈。OK， 好。